内地女星吴宣仪在电视剧《斗罗大陆》担正演出女主角小舞，而近日她出席宇宙音乐之夜，并且担任主持人。当日她就着上黑色低胸晚装，加上毛毛披肩，俾人感觉大方高贵。但系佢喺行红地毯嘅时候，披肩突然滑落，令到佢婀娜多姿嘅身材表露无遗。不过吴宣仪就一边行一边好自然咁样拉起披肩，成功救场，而且冇半点嘅突兀，所以就获得网民激赞佢淡定得体，几有一线女星。嘅風範喎。